你怎么坐在这种地方？赢。这位就是凯文啦，一位普普通通的 IT 青年，在普普通通的工作中过着普普通通的日子。经过苏的介绍，如今也是黄金庭院的住客之一。凯文，你没事吧？穿着泳装坐在冰块里是会感冒的。总之，先和我们一起离开这个洞窟吧。不行，我不能离开这里。为什么呀？凯文，难道说你的课题是